好，弟弟，今天要开箱的是这个火车啊，不是飞机模型啊，这个是你怎么得到的？应该是飞机玩具吧？你怎么得到的啊？飞机玩具？打弹珠。你打到几排？为什么可以那么好？打很我多经排。常进来。好，这个不错哎，这那个。我的宝剑来戳吧。你要用宝剑戳它哦。哎呀，我帮你用了，我帮你用，这个戳不了，我帮你用吧。那你帮我拿好，我就可以帮你打开了。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来一起打开。好。哎呀，好像还有一个东西。这里有一台车车，啊，这个是车车。哎呦，还不错哦。然后，这个是主角飞机，它是回力的吗？我看一下，哎，它不是回力的，它是撸的而已，它是推的而已。它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啊，我知道，弟弟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车子啊，弟弟，这个车子是载行李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搭飞机的人是不是会有行李？这个车子呢会把行李载到飞机那边去，然后把行李上去，然后客人就坐上飞机就可以飞走了，知道吗？就这样子啊，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喜欢吗？你自己得到的哦。OK，不错，赞，好好玩它哦，不要把它弄坏了，好不好？